由比利贾静雯、柯佳燕主演的 Netflix 喜剧《妈别闹了》上线短短两天就直冲台湾排行榜冠军，闹区也挂出了超大看板。比利儿子周汤豪特地去和老妈的大看板合照留念。现在要去跟比利姐的看板拍照，留个纪念。哇，谁来了？是谁？王美美。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哈哈哈！那边呢？啊，我刚刚在来的路上，一路开过来的时候，车子还先经过了美美家，再到看板，所以就是我觉得生活中冥冥之中就是会给你一些说不出来的一些生活中的浪漫吧，很替他感到开心，很感动。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赶快去看，妈别闹了。比利暌违多年再度重返荧光幕前，周汤豪可是随侍在侧，亲力亲为协助老妈，不仅担任 MV 导演，还陪着一起拍杀青戏。现在是早上6:30，比利姐准备要拍《妈别闹了》的最后一幕，不是戏里面的最后一幕，但是他们就是拍完这一幕，基本上就是杀青了。然后选在一个很美的一个海边，等着日出来作为 ending， 这次的 ending， 所以还蛮屌的，蛮浪漫的啦。这个结束的方法 ，anyway， 所以等一下看一下怎么样。碧姐刚刚在访问的时候已经哭了，还没拍。我觉得可能早上6:30，大家刚起床，然后。又要拍就是最后一幕，大家都有点特别的感伤的感觉。妈，别闹了！比利复刻经典歌曲，什么都不必说，也找来一票演艺圈大咖一块跳起来。